其实这种追逐战如果能够可以存档，就真的还蛮简单的啦。坦白讲，啊，我干，好玩可以再出去作死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欸，可以试试看啊。应该是不行吧？又不是北条沙溪。上线不能回去，你看吧。哎，欸，你看摔不死嘞，欸，我就知道会这样子。果然，看回来之后就摔不死了，作者故意设计的，应该是怕 bug 吧？这也是好办法就是了。回家吧。奥哈口什么？奥哈口大人，玛利亚，凯蒂が遅いから心配したよ。啊，玛利亚回来这么晚，我好担心呢。哎，三高恩，ごめんなさい，对不起。あのね、奥哈口什么？那个奥哈口，さっき森の中で変な女の子に会ったの。刚刚那个森林有个奇怪的女人。哎，卡泽莫利さん，変な女の子，奇怪的女人。嗯，头发很长啊，穿着裙子，还有啊，ゆるさないで言ってた，说什么不原谅你的话。この声，这声音。ゆるさない、お前らみんな，不原谅你，就是你把大家给，嗯。奥哈口さま，玛利亚，少し下げてね。玛利亚，退下，让开点。どうして私ばかり？为什么我老是？ひどい。ひどい，太过分了！私が何したというの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说。復讐の時はすぐそこに。复仇的时候马上就。すべて、全部、全部、お前のせい，都是你的错。もう大丈夫だよ、安心して、マリア。没事了，放心吧，玛利亚。ねえ、おはこさま、おはこ、あれは一体誰なの？那到底是谁啊？对啊，豆腐好强啊，豆腐好帅啊！糟糕，我总觉得最后应该会有真正的脸吧？他是不是中了诅咒才变成豆腐头的？比如说《恶灵古堡二》没有破关之类的。おはこさま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部的战犯一定是女主角，感觉上依照这种游戏的推论，对，豆腐人只是虽小而已，战犯一定都是女主角。さあ、マリア、つめないナイフ、ジニ、ご飯にしよう。来吧，在饭没冷之前，赶快吃晚餐吧。君の好きな啊、ヒヨコ，就是说我做了你喜欢的什么的豆子汤。嗯，女主角也蛮可爱的，虽然胸部挺小的，不过还是挺可爱的。啊，森林张开的结界好像变得比较虚弱了。嗯，今回どどから危ないもの啊，之后啊，从外面进来危险的人啊、兽啊，恐怕都会进来，也不一定。だからしばらく家の中、家の中で遊ぶように，所以暂时就在家里玩吧。奥哈口是这么说的。嗯。虽然不能去外面，好无聊嘛，但是我也不想再遇到那种事情了呢。私はそのユースケ啊，我总是就算先听豆腐人的话了。是人跟兽，不是兽人好吗？一体あれは何だったのだろう？那到底是什么啊？
あの言葉はどういう意味なんだろう？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全部全部お前のせい，都是你的错。嗯？然后呢？哎，马克安。什么？哦，王子様忘れない人魚，哎，不对，不是人魚，哎，哎，人鱼怎么念来着？不知道，反正为了不忘记王子的人鱼公主，就去找了深海的魔法师。啊，魔法师呢，就听人鱼公主这么说了。この薬が使えば，啊。只要用了这个药，就可以把你的尾鳍变成人类的脚，就可以在地上走路咯。しかし，可是啊，这个脚只要踏出了一步，就会伴随着剧痛。そしてもし，啊，如果说啊，你想要你的愿望没有达成的话，你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泡消失哦。哎，西游133，カクワデキマス，那我已经有觉悟了。人鱼公主依然而然地向前走去，这么说着。よろしい，很好。那么要的报酬就是你的声音喽。人鱼公主呢，就接受了魔法师的条件，得到了这个可以变成人类的药。老大，这药真的有效耶！没得大喜，没得大喜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喂，你又把故事讲到一半了。因为后面太可怜了嘛。お家の中で遊ぶのも，啊，我已经在家里玩腻了。嗯。わかったよ、わかっただから、マリ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玛丽亚。那只可以在家前面的广场，知道了吗？ありがとう、オハカ様、大好き。谢谢你，オハコ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哎，平起安。さ、ゆっくり遊んでおいて、慢慢玩吧。ただし、森でいちゃダメだからね。但是绝对不可以去森林哦。嗨。直接往森林冲啊！不能去，说好在这里玩的，好吧？跟稻草人玩，玩这个水桶，玩这个井。喂，别往里面看，很危险的。我总觉得井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吧。林饼到底是什么梗啊？那我玩啥？玩这个墓碑哦。哎，哦，知道玩墓碑了。谁的墓呢？欧哈口人，欧哈口大人知不知道呢？嗯？啊，脚边掉了发光的碎片，碎片四。大洞，挖洞，挖洞。有毒的颜色，哎呀，这个绝对不能碰！欧哈可大人这么说了。啊，活动要捞饼啊！有啊，一跟二我一开始就找到了，有啊，一二三四我都有啊。拉奥提督没有，拉奥提督没有看过。哦，很苦逼哦。有，我一人都有拿到啊。台北解谜王 DA 耶，开什么玩笑？话说回来呀，都还没问过欧哈口自己的事情呢。どうしたんだい、マリア？怎么啦，玛丽亚？啊，第一个，好きな食べ物は，喜欢的东西；第二个，喜欢的书；第三个，几岁了；第四个，有几个家人。好啦，给你们选吧，一二三四。第一个，喜欢的食物；
第二个喜欢的书，第三个几岁了，有几个家人。1 2 1 3 2 1 5 1 1 1干好一一一三零一都好多哦。好吧，我十秒后打个分隔线。好，就停在这里，我来算一下。看来只要算一跟三就好了。一的话是1 2 3 4 5 6 5 6个，然后看一下。好，拉到提督怎么有点帅啊？好，等一下再慢慢看。然后三有几个？我看一下哦。三的话，1 2 3 4 5 6，好吧，一比较多，那就一吧。一喜欢的食物。好きな食べ物特別な一感な？好像没什么特别的食物呢。那有的吃就好了。啊，只不过啊，最近实在不怎么想吃肉跟鱼就是了。哦，所以其实可以全部都问一遍呢，好吧，问书好了。嗯，没有呢，只不过啊，以前从您跟朋友那边借来读过嘛，就是读一读而已了。おはこさま、友達いたんだね。おはこ大人，你有朋友呢？靠，你是觉得我多可怜，一个朋友都没有啊？觉得我快被，我觉得豆腐快被小女孩瞧不起了。几岁了？やっぱり魔法使いだから300歳と400歳とかなの。果然魔法师是300岁或是400岁了吗？そうだな。嗯，也是的。如果要换算成玛利亚你们的年龄的话，大概是18岁吧。嗯，結構若いだね。好年轻呢。几个家人？几个人？嗯，家族そのものがないから，没有家人呢。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的。そうなんだ，这样啊。所以说啊，现在能跟玛利亚住在一起，とても楽しいんだ，所以很开心啊。就这样完了。为什么你的头上什么开始时候有箱子了？好吧，终于问到我好介意的事情了。你头上什么时候变成箱子的？生まれた時から，我生下来的时候吧。哇靠，那你妈很辛苦哎，要生一个箱子出来。絶対嘘だ，绝对骗人的。辛苦啦，水桶有水呢。对了啊，最近啊，都多亏了Ohako大人的魔法，天才不会哭呢。真不见底。嗯，要干嘛？魔法师与玛利亚的家。我好在意的魔法师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洞了？我记得第一天是不是没有那个洞？然后我回头看一下哦。我觉得今天好，我觉得第二天是不是多了一个洞？我记得第一天是没那个洞的。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，等一下，我记得第一天是没那个洞的。跟他讲个话，出去看一下。我记得第一天是只有一个洞才对。啊，我挖的吗？我刚刚自己挖的。